铁箱。哎，我有，我开到了旗鱼。我有，哎，江须，而我胡须，对啊，是放在头上吗？还是放在装饰品、装类？感觉没有变欸。没有，你要把你的狐狸帕头拿下来，头盔拿下来。哦，头盔也要。好。我都直接卖掉了。感动的话就死一次庆祝一下，我不用死也可以庆祝，好不好？你们一直叫我叫去死。看一下今天追随人数多少。拉克斯。哎，我靠！我真的是很，好啦好啦，掉到了。关台前再抽一次啦，好不好？抽！那来打那个啊？你说老人吗？可以啊。PK？ 没有了。这层没有队伍，然后打混大乱斗。行啊，给你了。快没了。你有箱子，箱子就开一开啊。箱子。有木箱或铁箱、木箱、金箱，有的开一开。钓虾子啊！尖刺海啸瓶哦，你装上去，你可以二段跳了。哦，原来是开的，我以为它是只是一个箱子可以放的。啊？哦。手机版的电脑，那、啊、没办法啊，像我们电脑版的也有手机版没有的啊。嗯，泰亚瑞亚的 bug 哪一种？你说洗道具吗？那种我不会用，太想破坏平衡。拥有全世界，你一下就你，马上就不。嗯，太容易追，都不会追。喜欢一个人，马上追到你，马上。哎、欸，大师有才掉一次他就没了，还是是运气？气，有时候就是咬会咬断。啊，你们还有饵吗？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是还有一堆啦，我在家里。我还有，不要，这里有一颗。来杰瑞，好，那杰克来给你。第一个，学徒的，我觉得我等下就会没了。公司大公爵猪。那也要等那个啊，进入困难有那个啊，中路虫才行啊。你知道我身上还是电源，来给你，不要站一起啦，看不到鱼在哪裡。看是谁，谁要上来都不知道。挖腿。哎，我错，对，哦，铁箱，挖腿是跳更高，嗯，天哪，哈基，我这边也开始了，哈哈哈，哎，改头，哎，锯齿，哦，锯齿鲨，电锯啊，电锯类，嗯，手阶段，高智斧头，哎，我有一个。有啊，哦，那给他只要放箱子，大家都有，大家目前都有，大四我自己有着，不行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替代用的，大四我自己留着，哎、欸，那个他记这个，啊，欢，你们还有谁没鞋子、哦？好了，我们都有了，有大家都有了，然后你看钓鱼，鞋子有鞋子有武器。就刚给你的哈，对啊，看鞋子、工具、武器都可以从这边钓到，还有那个空气瓶，就是走一走会越走越快这样子。对，就是那个航鱼鞋，航鱼靴，
哦，就走一走，会哒哒哒哒哒哒，变一走一走。看起来像是异形穿了一根高跟鞋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可以，好适合你啊！哎、欸，非要晚上打骷髅王吗？好啊，让杰克体验一下骷髅王。好，那我去抽。你有带那个吗？回家。该有吧，冲动药水啊，反正很强、啊，我回去。这钱给你。有，我吸到。七十六桶。我八斤了，我要回去。哎、欸，谁要这个？谁还没有？谁没有？那叫我有了。是什么东西？锯齿鲨。OK。锯齿鲨是什么东西？斧头类的，电锯类的。哦，好用。毕业了。海滩毕业了。是哪几个东西啊？那个剑鱼、锯齿鲨。掠夺沙，跟鞋子那些的。掠夺沙，我忘了。哇，好爽啊！个虫洞药水，好，我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我买个铺满过去好了。好，你买个铺满放身。对啊，铺满放那边就好了。来，你为什么不传？让你们头全部叠在一起，我要点谁？好吧，你打开 N， 原谅你。好，存好，我们去，好吧。我要把水母存。对，会死啊，不过反正都要关台了，让杰克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没有打算打过我的意思。对啦，就好玩了。让哈基再抽一下，连装备都没有，哈基抽啦。装备都没有搞、哦，不可能，有可能会过啦。不可能，那也是平台都要盖好。现在是没盖平台的状态下来打这一次。来，杰克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。我觉得要不要干脆先来打眼珠比较好。啊？眼球啊？啊那好啊，那我们回家吧。不错。都有药水吗？没关系啦，反正这个就打完，这个啊，这个打完死了，只回家对不对？对，nice， 杰克，好等，你们就有钩爪，利用钩爪，利用钩爪，有，真的又是锅烧抽中哎、欸，哇，然后有人改哈之后抽到了，哎呦呦，哈池，刚刚我看到。好了，我先说啊，这个打这个老人死掉的不算哦，这个是你是故意来死的哦，这不算、啊。杰克，你在那边干嘛啦？我卡住了嘛？你讲说你有二段跳，又有钩爪，你还会卡住，你真的是。这个不算啊，这个死掉不算啊，先讲。Jerry， 哎呦，好，杰克，你去跟 NPC 对话。这个，对。不然还有哪个？诅咒吗？我没有钱了，我怎么又七金了？他说你太弱了，破解不了我的诅咒，等你强大点再来吧。然后诅咒跟关闭。做啊，诅咒啊！怎么在追我？不要追我！不要追我！哎。哦呦，哎呦，这有没有办法打？如果硬想办法打的话，看有点难度啊。要看那個、怎么这有个人卡在那里不会死、啊？用点点卡的，我点点卡不会死。都死掉啦！啊，我看你这上死啊！已离开断线，断线，应该断线。哦哟，这那个是算什么时候才该打的王啊？有个顺序的话，差不多算第三只吧，第三只。哦。而且我们现在血只有100，照理说，我们血量能吃到越高越好。其实不是不可能打赢哎、欸，啊，可是手快掉了，手先把手打掉。哎呦，可是我也快，哎，你不能这样子锤，用锤的。有没有水要喝？阿基，得了，哎呦，跑。
你头不要过来啦、嗯、啊！陪你死，那死了。没有继续打得掉啊！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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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有人想离开了。我们先把那个杀掉好了。帮把那只眼球召唤出来吧。所以那眼球有时候是自己会来啊。对啊，嗯，我现在就是每天三分之一的机会啊，三分之一都是速度啊。哦，可以先招啦。怎么招啊？刚才不是个眼球吗？嗯，说恶魔眼球的，可以眼球这个在这里。吃掉它。这只的话，有可能是你怎么丢出来？要杰克吃掉啊？在哪里？左键，左键，左键。啊，史莱姆杀手，你是不是很傲娇啊？我身上满了啊！我身上满了怎样？等他一下，吃掉。嗯，吃喽、啊！吃啊！吃啊！吃啊！快点哦，快点哦！吃啊！来了！是啊！应该从左边来吧？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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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。还等杰克？大眼睛！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。到上面，到上面吧。上面会不会掉下来啊？好像不会。在缓速它。好、哦。我在让它发亮发光。哎呦！不要下去啊！必须在下面，北京。哎呦！你不是随时都会喝药水吗？出来点好了，不然等 NPC 死掉。对啊。不要站屋顶。好好药水是有冷却一分钟哦。好好，不然就回去找护士姐姐哦。哎，这个死掉算吗？这个不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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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。我们已经过十一点了，关台时间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不算，不算。感觉用弓会比较好打，是不是？这环速的弓，环速的弓跟燃烧的弓要互相交换用。变身，他换形态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他换形态，没看不到那个。哦靠！像这个最好打方法还是盖一个平台啊。对啊。一个平台从左打到右这样。公主被咬死了、啊。不能一起，不能一起死哦。啊。不能一起死哦，留一只活着哦。好、啊。没有留着会怎样？就跑掉嘛，不见了。地图上没有人，他就消失。哦。开门，擦掉了。这个是猩红种子丢出来，他抢我没收了。好、哦，等你。棺材啦，棺材啦！今天花多少了？哇！好啦，以后礼拜日我应该都会，没意外的话啦，会来玩一下抽奖啦，但是会不会次数这么多，只是看当天的游戏玩怎么再说了。看玩什么规则？好啦，这边要棺材啦。艾阿瑞亚，我没有说到很强，但是至少我会玩，所以不用一直教我玩。那要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观台前来看一下哈。这些都是，其实有很多角色，只是我没有存，我也没存最爱，所以角色都不见了。这个吧。啊，那个跟我讲说通关的啊，你来看一下我家、啊。说通关很久咯，破台很久的哦，来来看我家。来为您介绍，这个是掉蘑菇的地方。
那这个是钓丛林鱼的地方。再开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感觉还好哎。看兔子跑进来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平台，这是打 boss 用的平台。再开这张哎，张还好哎。看一下我的第一关就知道了。这样，我还是做个观察观台好了，就等下再看。好啦，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啦。想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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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